大家出门不一定会买相，但大家一定会有手机 PK， 都是最新的 Zoom Pro 还有 Pixel 8 Pro 名词来做 PK 赛，两倍画面的细腻度，整体的表现都会有所提升。AI 新功能，它是5000万，账面上就赢200万了，这个怎么比？画面的压缩感比较强，专业感会更多，突出 model 的漂亮的脸孔，双下巴有出来，那边有飞碟。你知道自己最漂亮的景点是哪里吗？陨石之类的，名词湖水怪，完美。收看摄影 PK 赛第三集，那第三集邀请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来到我们这个名词来做 PK 赛，赶快请嘉宾进场，快点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资深科技宅蓝猫，请我们的团队的人进来。哎，可以。哒哒哒哒哒，我是今天的参赛者，我是布丁，今天就会在名词的三个地方做 PK 赛，我们不是用相机，我们是用手机，都是最新的 Zoom Pro 还有 Pixel 8 Pro， 事不宜迟，赶快进去吧。想要买三 C 产品，想要买手机，想要买相机，要去哪里？三创生活要找摄影器材，三创生活有很多的试用机可以直接碰，摸了之后手感有时候很重要，然后质感也很重要。实体店家展示机算最多。如果很好奇，可能用起来的效果怎么样啊？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的频道。未来生活提案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莱摩跟他的好 partner 阿桑介绍各种三 C 产品的开箱，带大家一起探索科技生活无限可能的节目，做开箱啊，用生活作为切角，各种生活场景去看。看科技产品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是什么？看下去之前要先订阅我们的时刻旅行的频道。欢迎订阅未来生活提案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聊天。大家出门不一定会买相，但大家一定会有手机 PK， 两台最新的手机。你的是 iPhone 15 Pro， 4800万像素。其实这次硬体跟上次是差不多，但是苹果这次在软体的优化上做不一样的处理，这次拍出来有2400万，两倍。哇！所以它画面的细腻度整体的表现都会有所提升。现在手机摄影重点是演算法，那这一次的 Pixel 8 Pro 啊，有很多的 AI 新功能，它是5000万，账面上就赢200万了，这个怎么比？但人家是 iPhone 就是那个品牌嘛，我就品牌迷思来开始。哼，这边呢其实有三个超级好的打卡点，就是这边我们后面这个名词，还有旁边有一个森林，还有这边后面呢有一个叫做近视源，在这三个地方进行 PK， 一个地方给一位参赛者5分钟，就是加起来一个地方会有10分钟的拍照时间。 Pixel 8 Pro 我先试试看它的人像功能跟5倍的变焦，5倍的变焦的话就是会让画面的压缩感比较强，大家的视觉就会住在漂亮的 model 上面。人像模式的话也是可以突出 model 的漂亮的脸孔。对，我们来看看 Pixel 8 Pro 可以带出多漂亮的哇。 OK，OK， 他已经很贵，对，很厉害了，你很厉害，很棒，哇，很活泼，真的，哇，哇，干掉，哇，你除了哇，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讲吗？他竟然把手机拿斜嘞！哎，你刚刚那个再来一次好吗？我来一个低角度哈。小心他的双下巴。OK， 有出来，有双下巴有出来。因为它的肖像模式只能到3倍，可是如果要用5倍的话，我需要有那个画面的压缩感，我就要切换到一般模式去做拍摄。但这样会不会很晃？五倍不会很晃，就是它5倍的时候有做电子防抖，拍照的时候我构图都很稳。嘉宝真的很棒，你很厉害。
我刚刚怎么拍我都觉得很好看，拍出来的对焦的速度啊，跟拍出来的感觉画面质感都不错。软体方面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完善一点点，让它相机的功能完全发挥出来，有点可惜，但是目前用起来感受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它的萤幕亮度真的还蛮好的。所以今天真的是超级好天气，但是我构图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障碍。 Pixel 8 Pro 跟一般的8的差别就是5倍望远变焦，会带来画面的压缩感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拍嘉宝在那边的画面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构图，其实就是跟大家一般用广角镜头拍的感觉会很不一样，专业感会更多。你看向那边，对，那边有飞碟，飞碟，对，哇，飞碟，哇，飞碟，给很飞碟风。OK， 很棒，我现在再过去拍你哈。哎，等我一下啊！现在是背光，因为手机都有自动 HDR， 所以看起来还是会漂漂亮亮。因为天空现在有云，像棉花糖一样，它嘟嘴好像在吃棉花糖的感觉。刚刚蓝摩已经拍完了，现在我们就换布丁出发。我觉得我想要拍湖景的，这样可以。它最低也可以降到。好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就你别动还动。可以，多懒，拍照还要坐下。拍你 iPhone 拍摄有什么技巧？ iPhone 拍摄没有什么技巧，只要景对了，人对了就赞。好，可以，就这样。滤镜什么的？我没有用滤镜啊，我这个是原相机，用什么滤镜？那你觉得14 Pro 跟15 Pro 差别？我现在还没有感觉他们有什么差别。我觉得用人像好像可以不错。哎呦，这样子可以哦。哦哦哦，可以咯，赞咯，哎呦，可以咯。哦，好像我会不小心往后打，他这个就那么多人靠这个幕，都每次让我一靠腰就砰，然后就下去。你别吵好吗？你第二集的时候跟摄影师说要称赞模特的，然后你现在是什么？不要吵，这叫换位思考。这个景很棒哎，我觉得我导的真的很棒。我觉得我跟你讲，这个诀窍就是水平线要平。等一下我要用人像，人像，等一下，哎，这好难哦。哦，可以，好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，好，可以了。5分钟结束了，觉得我跟鸭子距离有点远，好可惜哦。有一点点哦，对，距离才有美感。对对。哦，哇，合理合理，很生动，这个角度很完美。然后它的三景，我觉得 iPhone 做的蛮自然，电影感。它的景色做的蛮不错的，嗯，而且它的边边都做的很自然，这倒是笑得很自然。对，因为人好看，所以用人像拍才好看，凸显你的表情。这个就是表情，空间感啊，做得不错，景深都很漂亮，好，比较不会抢戏。我记得我是用比较长焦的感觉去拍，这很有时尚杂志感，蛮自然的。我记得我开了一档，美机可以再开，可以选呢、啊。对对对，人像机也可以选。对对对对对，女生很适合哎、欸，可是它边边虚化比较不 OK。对，它边边好像处理也没有像 iPhone 那么细腻、嗯，构图很有创意。对，我也觉得蓝天很好，享受大自然的感觉。这个就是看得出来在明显发现 UFO， 这是用五倍变焦拍的，记忆都还是有。你要准备出发去第二个打卡点。刚刚居然说明其实是一个天然的。对啊，你看现在是什么？当然，陨石之类的。坠落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哦 ，OK OK。有名词湖水怪。嗯，好，嗯，你很棒哎。就是他。我看你怎么掰，继续啊。继续，自从我们那个月球上面的碎片掉下来之后，我们再为大家特别做一集节目做解说。这个名词是人工湖吗？是人工湖，就人工直接拿一个陨石丢下来。哦，那这样也叫人工？嘎嘞，对，懂吧？哇，好棒啊！这个打卡点的就是后面这个叫做绝缘森林，很漂亮，有够漂亮。对，然后大家来名词的，就是除了拍名词里面的名词之外，就是会拍这个。就是有水，有山，有水。它是森林。有森林。森林。有树就长在山上。谁说的？大安森林公园在地上。真的，好强哦！开始，开始。开始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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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你那个。没有，不要火影跑好吗？拜托，哎，这样我会输。哎呀，我这次2倍刚刚好，2倍刚刚好。然后人放下面1/3，然后让腿变长一点，然后这个踏出来这个步伐完美。跳的时候雀跃一点。好。1、2、3。OK。有雀跃吗？要很雀跃，跳。好，翻身，然后我开肖像模式，我比较
文艺，看外面，对对对的的感觉。好，来空灵 ，OK OK， 完美完美，哇哇，哎，我已经有好几张那个可以展览的作品，在这个光的交界处。OK， 我可以了，计时。停！哎，快点，妈的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去那边坐着。坐吗？请坐，然后往上看，用一个人像模式微笑。嘉宝，那个不行，要乱，你乱动一下。不要吵啦。对。走。干嘛呢？制造压力是不是？他现在就是那个戏子矮说，不要进入我的镜头，走开。你走过来挡住他，好可爱，好喘。好，可以。我现在要再近一点，森林浴一下。我现在用一个人像模式看看，身体整个转过去，然后脸不要，头不要歪一边，然后享受，手举起来。好，可以。我要清场，我要清场。哎，你去那一格，好，那里有光，往上看。然后你看，脚收回来看我一张，近一点。这是人像模式吗？是的。看起来还不错哦。很不错吧？再近一点会怎么样？哦，可以哦。好，这样。两只手一起，现在是三倍了。我十一拍人像的时候不能调那个远度，我觉得没有很方便，所以我很少用人像去拍照。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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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明天就想要买了。哦，成交。这里的光影真的很美。对，在那个森林的那些树照下来，啊、很好看。你穿白色其实不错了。我觉得 iPhone 拍出来比较暖哎。它这样暗暗灰灰的，我觉得跟这个环境气氛蛮搭的。嗯，神秘感。对，这张真好看。这环境感。哦。我喜欢这个光，光真美，有光的地方就有美。我觉得这个光把这个发饰弄得很好看，就是有把你整个人的轮廓勾出来。光美少女 ，Google 的颜色真的有差，而且你的好锐利哦。哦，对 ，Google 的比较锐利。Google 拍起来很有相机的感觉，反景很好看哎，整张照片看起来是很厉害的。就是 Google 的手机，即使你一开始拍没有用人像，其实你后来编辑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人像的效果，背景虚化。对。哦，这张很好看呢。我觉得 Google 的颜色真的蛮好看的。嗯，我觉得它颜色比较讨喜。我觉得森林的光比较不好抓，因为它的光就是从那个树里面洒下来，会比较难控制在脸上的范围。现在要带喇嬷去一个最漂亮的景点。喇嬷，你知道自己最漂亮的景点是哪里吗？就是人呐、啊。台湾最美丽的风景。两个据点王加在一起真的好可怕。那你两个人怎么控制？两，我不会控制你，我会让你们做自己。那个，你们，那个，不是不控制吗？做自己啊！别回家了，收工。走啦，收工。要发带。这不是重点啊！别。哇，冥婚完蛋。结婚喽！看，因为这个变焦很厉害，然后五倍变焦。Oh. 我要找一个前景拍出比较有空间的感觉。3、2、Go！ 好，哎，好像没有可以用的。天气很好，整个森林都会有光透进来，就会有光影的差别的感觉。拍照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光，光，有光就有美。其实不是，是 model。哎，如果拍人像照 ，model 好就赢一半。没错。然后再来还是光，今天的光很棒，加上。好的 model， 不管输还是，我觉得我们都是赢家。突然的一个结尾啊，就感觉，我觉得他太好笑了。森林里面其实会有些有光，有些有阴影。除了很美观之外，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掌握光是不是有照对地方。那这个时候手机的自动 HDR。做得好的话，就能够很轻松地拍出好看又清楚的照片。不管是背光，或是你光有没有照到，哦，都没关系。我觉得对一般人很友善。iPhone 怎么拍都好看，不需要多说。iPhone 背一下稿位。现在来到第三个点，叫做静石园。安静的静，石头的石，花园的园。因为那个石头没有在动，很安静，很安静。对，然后里面也很安静，所以你也是图书馆大挑战。对，日式的庭园，还有枯山水。哭山水，哭山水有没有？不知道，等下去看就知道了。是山水会哭给你看的。完蛋了，布丁笑了，我赶快走不行了。我不觉得那个洞很可爱吗？哦，秘密基地的感觉。芭比了。对耶，魔戒叫 precious。你要靠在那个墙上，你用Sammy老师的招牌动作，对对对，然后要往头往上，好。OK， 再往前一点，
然后回眸一笑，再然后走到左边，左边一点，然后靠光那里，很好，好，然后往上看，好挡，用一只手高高的挡。Oh no， 往上看，不，你整个往前一步，好。我觉得它这个不错，它还有这个有水平线，然后还有一个框，再往前抓脸部了，再往前一步，它对焦速度快不快？啊，手机有在对焦速度快不快的吗？不是都很快吗？我脚就这样子，这是 0.5 倍速，饱含情感的侧面。大家都说近视也很好，我觉得这样好像可以拍一个人像看看，人像哦，刚才那样子。好，时间到了吗，哥？对，到了。OK。现在是懒模的五分钟，懒模都有阿三给他一些 paper， 跟他说要怎么拍，要做什么，都是阿三帮懒，对，都没有人帮我。对啊，独立自主坚强的女性，人员的问题啦。对，魔术橡皮擦这个大家很常用，很实用。如果我拍的奇怪的东西，我想把它移除掉的话，就可以移除掉，只留下美丽的 model。我还以为他说要用魔术。橡皮擦，把我擦掉，把它擦掉，把它擦得更美丽，这样。OK， 好。我要干嘛？你先坐好了，我怕你累。现在是一倍镜，哇，有那个新垣结衣的感觉。哇哦，你已经失去一分钟了。你老婆哎，真的。我才不想要当大家的老婆。没有道理。好，再麻烦帮我转头，然后 OK， 往上看好了，这个好，完美。像倒着拍有什么技巧？把它倒影带进去，人就是要顺应环境，这样才能生存。生存。嘿、OK， 50秒，最后一张。嘿，Go。可以帮我站这边吗？很美，很美，很厉害。对，开心在那边散步。OK， 我们去看照片。我觉得进食人外面那一条廊道进去的比里面好拍。而且我觉得你又把我的头刚好放在那个门的正方形的正中间、真的。对，就是看得很舒服，强迫症的里面就是因为它太近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蛮难，我觉得很难抓。哎，你的水平现在抓得很好。那当然，那个柱子，谢谢道慈老师。就是要虚化才能营造一个气氛，很好看呢，那个倒影。对啊，那个倒影有加分。然后这是我的原本。对。那我觉得以构图上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刚刚。不好意思。对，我也觉得有点太近了。它的颜色也是好看。哦，有前景哎！哎，这张很好看呢。那条路有 Q 起来，所以有 Q 起来，什么是 Q 起来？就是它是弯的。说点人话哦。它是弯的，然后我就躲一个角落去拍。哎，我蛮喜欢这一张的，我觉得这一张拍的蛮好看。一直想要它有五倍，然后我就一直拉长焦去拍，走到很远的地方拍。因为我挑不出别张，所以就有一点累死，让它跳不出完了。拍它很自然，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 Google 的颜色很优秀，但 iPhone 的人像很优秀。比较细致。对，就是他们两个都有各有优缺的点。对，觉得15跟14的差异没有很大，所以推荐大家可以隔代再换手机。我就 Pixel 8 Pro 这一次五倍，我一直忍不住去用，而且用出来效果我觉得不错。然后它就是 AI 多了几个功能，我的手机上我想要修一修，再马上发，哇，那个灵活度我觉得蛮高。然后它的个性跟 iPhone 真蛮不一样的，不管在色温上面或者画面的感觉上面，我觉得我那个对比比较强，然后比较偏冷一点，人像肤色讨喜一点，所以真各有优点吧。对啊，看人家喜欢。iPhone 有一种细腻，对 ，iPhone 有一种品牌迷思。iPhone 有一种光环。对。PK 赛的第三集就这样告一段落了。有两台 iPhone 的新手机跟 Google 的新手机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。然后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想要买新的手机，还是你说没关系，我还是先不要换好了，也可以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效果。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来宾。谢谢三创生活。谢谢你们的邀请。你们的 YouTube 频道是未来生活提案。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探索科技生活无限可能的节目。大家呢，除了要记得去订阅未来生活提案之外，还要订阅我们的时刻旅行。然后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有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了，我们有两种方案，两种方案给大家选择，可以让我们制作出更优质的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